中宏股份称，与加多宝协议的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鉴于加多宝声明，导致该协议事实上已经终止或随时可能终止。中宏对于加多宝不与公司沟通擅自发表的声明深表遗憾和无奈，不排除加多宝在进一步核实后继续发出其他声明，但中宏认为加多宝的后续声明不会改变协议对各方无实质性约束力的事实。